这个是 Quick 的白色脂松，对。那这是我们今天喝饮料的两个杯子。对，那这间是书房，我看到许多很整齐的书。那白色脂松的色系比较像贝壳。都是这样子型，那一样有 V 倒角。好，然后今天的另外一间是，这个是 Egger 的维也纳梣木，对，是一种比较朴素的风格。那这两款都是白色的，那这里是卧房吧，那其实搭柜子也是很好看。